锁住了时间，很渺小的光圈是梦想的闪现，不知道这条路还会有多少余晖，为了什么出发，为什么会流泪。风飞舞，咱们春哥可是钢琴神童啊。就睡不着嘛，白羊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可是个男人呐，你要对我做什么？不行，我要睡觉，我要睡觉。谁呀、啊？来了！
飞，他在酒吧喝点酒，我怕他太累就没敢叫他，要不叫他？哎，怎么就剩我们两个人了？ 你跟他是双胞胎？对，我们是双胞胎，就像龙凤胎的那种。他不是异了，是变异了吧？哎，又是你小子！哎呀，老板，哎，这个算我还给你的。货到了，我先去忙。认识啊？他说我长得跟他一样。 真是有点像，那也不能用。哎，你看，有劲儿，能用。可惜了我的白马王子。老板，我先放这儿啊，不行我在班里头去。什么？你要我去给初级生打饭？ 对，张涵，你知不知道，林云春的手大夫说了，一个月了他们要刚性，而且很可能落下后遗症。我告诉你，这次要不是我保你，你铁定没处分。就这么点小事，你还跟我计较？怎么了？不接受是吧？我接受。 我接受，我完全接受，不就是去打饭吗？我就当是体验生活好了啊！你呀，张涵，什么事儿能给我长大点儿？你自己多琢磨琢磨。 赵总监，不就是去给初级生打饭吗？去就去呗。唉，吃了烫嘴，昨天剩下的，吃了拉肚子。第13号，认识赵涵吗？他在给初级班打饭哎。有馒头吗？ 想吃馒头啊？全都吃不吃啊？我们走吧。挑食。夏夏，你真好看，你也挺好看的呀。我哪好看？我是个胖子，你身材又好又瘦，你又会跳舞，多练练不就好了吗？哼。上次张总监还给他单独特训，这次陈总监给他单独开小灶，本来就是个空降兵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隐藏身世的富二代呀？
怎么可能？哪个富二代会穿地摊货呀？哎，你看，他那双鞋都快坏了。之夜打架伤人给罚了，我以前还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看过他，真的长得好帅呀、啊！不过这张总监也真是够绝的，明知道咱们空余传媒等级森严，还让他一个初道班的给咱们初级生打饭。哎，初道班又怎么样？我看他情况这么恶劣，就该给他降级才对。鞋先放这儿。哎呦，走了。那你用的时候找我拿啊。张涵，你能帮我打个这个菜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看我笑话了吧？没有，初道班那边没菜了，所以我来这儿。要吃自己打。谢谢啊。小心点儿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每天都练到现在才吃饭，真够努力刻苦的。那谢谢啊，你也挺勤劳的，加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来这儿体验生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懂不懂啊？哦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你敢哦我？全公司都不敢哦我，你敢哦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故意的？没有，你严重了。我就想好好吃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想吃饭？你想吃饭？你明明知道我被罚给初级生打饭，你还要我想吃饭？我想吃饭？你就是话中有话。真没有。行，那我问你，你是觉得初级班的饭好吃，还是初道班的饭好吃？当然是初道班的。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鱼香肉丝？那个肉简直绝了，三分肥，七分瘦，吃起来软硬适中。还有那胡萝卜丝，微甜红润，真的有鱼香的感觉，太好吃了。这样，初道班就那道菜太绝了。我是在问你这个饭菜好吃吗？不是吗？你刚才就是问我这个。
你在这儿吃的习惯吗？我不是打击你啊，你别误会了。你说我吃的习不习惯？张涵，你要觉得不好吃，我下次给你带一些。别难过了。肯定会回来偷偷练琴。其实我很偷偷的。你这是光明正大的。那你为什么白天不跟我们一起上课？这样每天都是发在食堂打牌。又没有限制你说不让你上课。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，就可以不用面对现实吗？你根本就不懂。是你的自尊心不允许你跟我们一起上课，你怕大家会看不起你，嘲笑你。只有我张涵嘲笑别人，还没有人敢嘲笑我张涵。幼稚，不过我喜欢。哎呀，这是悠悠自己的决定，咱们要做开明父母，支持悠悠的选择。支持啊，谁爱支持谁支持去，我不支持。要早知道这种情况，我根本不同意悠悠去。我现在就去找个院长，让他马上调回来。哎，回来，悠悠走之前可是跟我说过了，你要是敢干涉他的工作，他回来马上就搬走，再也不见你了。你悠悠是这样说的？是啊是啊，你忘了上次悠悠离家出走都一个多星期不见你啊。那我现在先回家。哎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过来，你坐这儿，我跟你说啊。你呀，你要是担心女儿，你就给悠悠多打点钱过去。明天你去公司把钱提出来，多跟孩子会一点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不会顺手捞油吧？哎呀，看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，真是。咱们的孩子在国外吃苦，估计你啊也不好意思贪孩子的钱。他可好意思。黑眼圈了，都怪你这死胖子，害我白白加班一个小时。这要是在以前，我早该下班了。死胖子，死胖子，死胖子！娜娜，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？干嘛？你能不能以后要么叫我吕飞，要么叫我胖子？能不能别叫我死胖子？你看，长得好看的呢，我们都叫他帅哥或者是美女，也不会叫他们死帅哥或者是死美女。那我们胖子为什么就得是死胖子呢？而且不分男女老少，难道我们就没有性别吗？死胖子又在唠叨什么呀？不过我倒是有个疑问啊，哎，你说你爸妈都长什么样啊？这到底是你变异了，还是你弟变异了？我爸呢，是我们那儿变古彩戏法的，我妈是我们那儿的当家花旦，那可是个名角儿。我弟弟就是你那天见到那个。不过你觉得我俩到底是谁变异了呢？这样，那你可真可怜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家姐妹有五个，就我跟其他四个长得不一样，就我长得最好看，
所以我爸我妈小时候最疼我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爸还经常带我去赶集。不管是我喜欢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爸都会给我买。欢迎光临。说这女的是不是嫁了个有钱又长期瘫痪在床的老头啊？她每次到我们店里面，别的什么都不买，就买一大堆成人纸尿裤。哎，这家家都有一本拿捏的经。你说这女的是不是嫁了个有钱又长期瘫痪在床的老头啊？她每次到我们店里面，别的什么都不买，就买一大堆成人纸尿裤。哎，这家家都有一本拿捏的经。身体不错，不过还是有人在里面滥竽充数，我就不说是谁了。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，摆什么样的角度，怎么样好看，还用我教你们吗？在镜头面前不自信，第一个被淘汰的就是你。别的我也不多说了，明天最后一天定人，你们都回家对着镜子好好练习。哲浩，其实我从来都没放弃过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。你想多了。
这个更不好看了。更丑了。好困啊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黄子阳醒了。不能醒，坚持，所以这不能醒啊！胖子不能醒，胖子不能醒，我不能，不能醒。啊，雨翔，一点都不困啊？还在练啊？啊，累死我了。啊，摆的不好看，明天怎么办啊？努力是好事，但如果不得要领的话，那就跟白练一样了。那应该怎么练？你要知道自己身体的哪个部位是自己的优势，摆每一个 pose 都展现出这些优势，避掉自己的缺点。你看，像你刚才，每一个动作，都只是展现了你的缺点，好驼背。哎，我从小就这样，吃完饭就什么都懒得动，所以身材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总说你身材不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让那些胖子怎么活啊？你只不过是形体不够好而已，你要知道什么是你自己的优点。比如你吧，你没有偶像包袱，神态很自然，这就是你的优点。但如果你一点气势都没有的话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那我是要自然的呢，还是那种耍酷的呢？你这个问题就是个错的。你可以自然，但如果你一点气场都没有的话，你觉得行吗？啊？不行啊！傻笑什么？明天如果你什么都不会的话，你一定会被淘汰的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们突击一晚上，怎么样？好是好，可是这里就要停电了呀。那去我家吧。你家也可以练吗？可以啊。走吧，一点都不困。你能先送我回家一趟吗？我想把明天要穿的衣服都拿了。啊。哎，那个前面那个便利店帮我停一下呗，我想买点咖啡，我怕晚上睡着了。哇，好帅呀！好了。啊。还有一瓶。这一瓶我请客。谢谢。好了，那个。等等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电话，留给你哦。不是这件事。不管你提任何要求，我都会答应你的。那太好了，我哥今天来不了上班了，想让你替他抵下班。那老板来查岗的话，他上厕所了，一会就回来。那老板没来的话，那就不用管了。哎，谢谢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？我是中了他的美男计吗？
你怎么买这么多咖啡啊？哎，都是店里快过期的，还有一些赠送的。哎，你这么喝咖啡会猝死的。哎呀，不困就行了嘛。你少喝点吧，你都喝第三瓶了。总比睡着强了。这么喝会猝死的，李夏。好了，到家了。睡觉吧，晚上我要通宵排练。明天我不想让陈总监失望，也不想让别人笑话我。总之，这次机会我一定要争取到。我能理解我的，你就好好睡吧。这个角度拍出来很好看的，以后要记住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都要把这个角度给摄影师，不然拍出来可能像路人一样。我本来之前也是路人嘛。每个人都可以拍好的，你的每个动作、每个 pose 都要有感觉。感觉？什么感觉？面有个心声啊。你心里想的每一件事，都可以通过神态表现出来。再来，哎，好。很棒的。走吧，我们先喝点东西。走，累死我了。你坐哪儿？其实我发现你有个优点，就是学东西特别快，这点跟白灵很像。你之前也这么教白灵吗？白灵不用教的，他对舞台和镜头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。其实，我特别感谢你。从我进公司以来，你就一直很照顾我。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像白灵吧。
人，心跳的声音像摇滚乐一样。站在天台上想着美好的画面，可以笑一整天。想知道爱情在到底还有多远，好想能证明我可以改变世界。来唤醒我的勇敢，等待时光机解开我们的故事悬念，越走越相信只有你可以把我的孤单终结，也许只有你最能懂得我要的特别，不要再拖延，陪我去完成爱。你会是最佳人选。